星一輯星期五主場，我哋會堅守陣地，繼續問香港人想問要問嘅問題，唔會俾嘉賓自說自話。今日上嚟作客嘅嘉賓喺梁振英上任前，佢做過嘅公職兩隻手指就數得曬，但而家佢就係尊貴嘅行政會議成員。不過佢唔係任何界別嘅領袖或者代表，亦冇任何專業背景，佢冇經歷過選舉洗禮，亦冇公共行政經驗。他最為人熟悉的就是經常在報紙專欄或者電視節目裏面為梁振英保駕護航，所以被視為是中堅良粉。星期五主場今天請來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你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幾天就跟立法會議員吳燕仲提到政改問題，梁振英特首之後就突然動一動，就約了部分泛民代表和學者飯局。咁有議員就形容咧呢個動作咧係補飛啊！身為行會成員啊，你覺得特區政府以至係特首咧，今次喺政改嘅討論啊、諮詢上邊係咪落後於形勢咧？你問我咧，我據我所知，梁生係定期同各方面嘅學者食飯。我知道之前冇幾耐亦都見過嘅，咁所以今次唔係第一次。喺過一年咧，經常都有。咁不過而家因為大家啱啱聽完張曉明主任講，咁而家啱啱跟住之後又有個飯局啦，咁啊將件兩件事連埋一齊啦。但係類似嗰啲咁嘅活動咧，過去有好多嘅。咁仲大件事啦，類似嘅活動過去有好多，咁即係唔係為政改而做啦？咁但係對政改嘅動作咧，似乎梁振英就好少喐動喎，即係中聯辦有喐動啦，民間嘅討論好多啦。咁但係政府一路都話夠時間啦，你都話夠時間嘅，點解有咁嘅評估？中聯辦你覺得佢喐動好多咩？張曉明主任都話我嚟到咧，大家請我食飯。我唔講嘢又唔好啊，問下大家意見啦。如果大家認為我想講政改，咁咪講咯。咁你覺得中聯辦冇喐啦？咁但係政府你又覺得有喐啦？政府其實梁生喺最近一次立法會嗰度咧都講咗㗎啦。最主要就係話2017普選特首嗰個目標咧已經定咗，唔會話早半年諮詢咧就早半年普選。遲半年諮詢咧，就遲半年普選，所以普選嘅目標已經定咗喺嗰度。咁如果我政府成個覺得就係話佢喺適當嘅時候開展係夠時間嘅，咁成日計過都係夠時間嘅。咁政府亦都講咗就係希望有啲時間可以盡量做啲民生嘅嘢。咁民生早啲做咗，市民早啲受惠，咁我相信政府嘅立場就係咁啦。哦，原來政府只可以做一樣嘢，但係點解民間唔係淨係可以做一樣嘢？有緩急先後啦。啊，有緩急先後，但係政府或者梁振英心目中嘅緩急先後咧，同公眾似乎有幾大嘅落差。我要再強調一次啦，最大嘅目標就係要做成2017嗰件事，早啲諮詢或者遲半年諮詢。其實對嗰個目標時間冇影響，對目標時間冇影響，但係對達成共識咧，我再解釋俾你聽可能有影響嘅。因為你問我，我認為冇影響。其實而家成個譬如政制事務局唔係冇做嘢嘅，即係政府裏邊相關嘅部門咧，而家其實都同方方面面嘅人傾緊，又接觸又理解。咁而社會各界人士唔會因為政府未正式展開諮詢。他們就不講嘢，方案都提埋出嚟嘅。但政府就放棄了個主動咯。政府就係而家按照佢主動，按照住佢自己而家嗰個節奏，按照佢自己而家嗰個程序做事。但問題就係公眾唔信呢個節奏啊嘛？點解咧？有前科嘅，即係包括梁振英上任前五司十四局架構重組啦，以至係國民教育啊、新界東北發展，甚至係近期嘅擴建堆填區咧，大家都覺得咧嗰個諮詢咧係倉促而且唔全面嘅。點樣令人有信心今次政改諮詢係可以全面又夠時間咧？而家距離2017係有接近四年時間。哦，即係你冇其他方法說服大家夠時間啦。時間擺喺大家面前係仲有三年幾四年時間啦。咁但係面對咁多公眾要求咧，點解唔可以提早咧？又或者其實梁振英對佔領中環都有一啲嘅評語啦。咁既然佔領中環其實背後都係講緊政改諮詢、政改嘅討論方案啫，咁點解唔早啲諮詢咧？我諗已經講咗啦，即係特首講得好清楚。目標係2017，唔會因為早半年諮詢就早半年做普選，遲半年諮詢就遲半年做普選。你而家按照特區政府嗰個程序辦事咧，大家最緊要睇結果。但係呢個係佢自己嘅諗法喎。其實公眾咧對政府冇信心，可以夠時間做諮詢，即係唔係淨係呢樣嘢冇信心，對成個特區政府其實都幾冇信心嘅。即係包括就係我唔同意呢個睇法。係咩？但係最近嘅一次民意調查咧就。顯示香港人不信任特區政府的比率咧，係創咗2003年以嚟的新高嘅喎。你咁都唔同意？民意調查我哋自己都有做嘅。
我哋自己都心中有數。對所有民意咧，我諗你要就算係睇民意調查，你都要一個非常小心嘅一個分析。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大圍上民情咧仍然係可以。譬如話你睇過去一年嘅特區政府嘅施政，長者生活津貼，停收雙非孕婦，雙辣椒，發展新界東北，大政大策，基本上香港市民都是大圍上支持的。如果如你所言，市民大圍上之前點解喺民意調查反映不到出嚟咧？我再講一次啦，民意調查你要睇曬全部的，不如你教下大家點睇全部咧？我講過好多次噶啦，我寫文章都寫過唔少。我就係睇過你寫文章寫過唔少，例如乜嘢咧？例如2011年12月嘅時候咧，你就話。如果是民意又或者民調於無物咧，就當然可以對呢啲調查置之不理啦。但係好明顯咧，呢啲係政治不智嘅。當時嘅背景咧就係梁振英喺民調上面就領先佢嘅對手唐英年好多。當時你就咁講啦，所以嗱，我已經覺得我唔係話唔重視民調，但係你睇民調嘅時候咧，你要睇埋成個民調點做嘅。例如話對特區政府啊梁生嘅一啲民調咧。你看全世界，我見過咁多嘅民調。我剛才講緊政府嘅信任度。我看你所有嘅民調咧，我看過全世界嘅民調，都唔會話好似譬如話港大咁樣問法嘅。咁你話信任度咧，你嗰個都係有個技術問題，你要睇曬信任一半半，不信任。如果你只係比較信任與不信任嘅話咧，你就睇翻佢嗰個問題，那個問題唔係淨係兩分嘅。咁所以問題咧係問三樣嘢。而你只是抽不信任那一塊出來是失真的。真的多謝張生這個解讀。為什麼呢？因為張生搬龍門這個技巧真的是爐火純青。我沒有搬龍門。等我講一下為什麼。我再講一次。你給我解釋一下你怎麼搬龍門。我再講一次。為什麼呢？因為2012年12月只是上年12月的事，半年之前的事。你就引用了港大民調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數字，因為當時信任數字就都上高了，升了一點點。於是你就說當時對特區政府很信任，以此質疑泛民就跟民情脫節。過了半年這個調查就不可信了，就不是跟民情脫節了。但是你不可以只是看不信任那一塊。為什麼當時你又看呢？我想我們今天不要說你完全說那個民調那裡。說你的言論你又不要說了。我說所有民意調查你要看全部的數據。如果你說看信任那個資料，當時你教大家 看信任度的，要你看信任度要看完全部，它有信任一半半，那是不是雙重尺度又或者輸打贏？我只是告訴你，其實你抽只是抽一句半句，我很難在這裡跟你討論的。不如討論一下整個政府的施政，你覺得管治上面有沒有問題呢？剛才你就說大政大策市民支持，管治是有問題，但是民意你又說看全面，民意調查你又說看全面不能夠證實，即管治是有問題。我只是回答你是有問題，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只是香港獨有的，亦都唔係淨係呢一屆政府獨有嘅，所以如果你睇見所有嘅問題咧，我哋而家聽見全世界嘅管治咧，都係越嚟越艱難。譬如話而家香港面對一個幾困難嘅，譬如經常被JR 即係做呢個司法覆核，其實英國都面對緊呢個問題。英國而家都係要做一個全面嘅檢討，究竟對點樣嘅面對、即係做司法覆核嗰啲人錯啦，就唔係政府嘅錯。你唔好咁樣，我冇話佢錯，但係喺而家成個我問緊政府有咩問題，因為你係行政會議成員，應該係進言啊，我只係解釋俾你睇下有咩問題。例如話一路以嚟行政立法關係嗰個比較緊張，亦都唔係而家呢一屆政府係咁。所以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係有一個普遍性，香港有啲嘢係比較嚴重，有啲嘢咧又冇外國咁嚴重，所以我只係睇好多嘢咧，佢嗰個來源一路都有佢嘅歷史性發展。所以如果你話 JR 唔係而家現一任政府有 JR 嘅喎，過去嗰十幾年越嚟越多 JR。譬如話拉布，亦都唔係首先出任喺呢屆政府度嘅喎。過去咧，亦都一出現咗拉布之後，陸陸續續就拉布。政府嘅人有冇問題咧？你覺得即係人嘅能力或者大家對佢信任？我唔會話冇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你臨瞓覺之前，你諗一諗，你由朝到晚做錯咗幾多樣嘢？哦，即係全世界人都有問題。全個政府160,000公務員，如果你話問佢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嘅，你一定數得到㗎。但是調翻轉頭，有冇啲嘢做得好，有冇啲嘢做得唔錯嘅咧？
咁你亦都可以數出一大堆。所以如果你永遠只係睇負面嘅嘢咧，冇辦法係有好多。所以你問我，我覺得我經常用一個形容嘅例子，就好似油蛙式咁樣。而家呢任政府咧，你話係咪英明神武，樣嘢做得好？唔係，但係佢有陣時又浮上水面，有陣時又沉下，浮下沉下。現實就係咁樣。你覺得佢唔係喐得好快，但係一路遊落去嘅話咧，啊，杜海榮都係遊得到。所以我覺得有一啲問題，我哋唔會話冇成個香港冇管治嘅問題，我哋知道有問題。就算你盡幾大努力都好，你都唔會一夜之間呢啲問題。現世咪咁咧，或者會唔會有心無力呢？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好。繼續星期五主場，今日嘅嘉賓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張生，你亦都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總裁啦。香港咧就回歸16年啦，咁但係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嘅信心咧，似乎咧就越嚟越低咁樣啊。點解咁講？又要講民調，因為最近一次民意調查咧，就對於一國兩制冇信心同埋唔信任中央嘅比率咧，都係1997年之後最高嘅。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嗰、那個走勢係升升跌跌嘅，升咗一輪，然之後又跌翻。而家大概咧，如果你睇你引用嗰個民調咧，有信心同冇信心大約係差唔多。好似我記得好似47-47。但我講緊淨係冇信心啦，同埋唔信任嗰個比率咧，係97之後最高啦。講緊最高，即係比較嗰個趨勢啊，同埋嗰個高低嘅變化。唔係好意外嘅，佢係一個發展嘅過程。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同成個內地個經濟融合咧係大勢所趨嚟嘅。咁喺呢個大勢之下咧，就出現一啲波折。譬如話過去嗰2-3年就出現一啲波折，即係話融合個好處咧，大家就一路都享受咗啦。即係令到香港嘅失業率跌啊，經濟上升啊。咁到而家咧，就有一啲政府嘅政策係未起及時到位。令到融合嘅過程咧，香港人可能譬如話樓價、奶粉啊、雙飛啊嗰啲咧係有意見嘅。咁呢樣嘢咧喺過去嗰2年我都提過唔少次，融合嗰個過程咧有好處，亦都會有矛盾。好處享受完之後咧，大家而家就比較睇得矛盾多。咁呢啲矛盾其實可以解決，亦都可以疏解嘅。例如好似停止雙飛，大家咪贊成。好嗱，先打斷你一陣先，唔好意思，張生。咁所以如果你一路做落去咧，嗰、那個情緒我相信係會疏解的。你頭先先講完中港呢個矛盾啦，或者因為融合過程一啲矛盾啦，即係講緊都係資源分配，以至係你話一路做落去咧會疏解，但係停雙飛咧停咗成年嘅咯，反而越嚟越跌喎，同梁振英有冇關係咧？你覺得？你好難就咁問我同佢有冇關係。但係我只可以講咧，我哋睇嗰個趨勢咧，你嗰啲政策做完之後係有一個即係有個時差嘅，你要俾個時間令到個政策慢慢發揮出嚟。咁發揮咗成年都未夠時間。如果你睇嗰、那個政策嘅效果咧，譬如咧最近咧呢、這個情緒又疏解咗嘅喎，所以如果我冇估錯咧，往後嗰個民調咧，我相信做出嚟咧。又應該唔會繼續上升，咁即係你話同梁振英就有冇關係咧？你問我同佢有冇關係，我好難講話。因為佢上任之後，除咗呢啲資源分配嘅問題之外，我話埋俾你聽，如果你睇見嗱，我印象所及嗰、那個調查咧，嗰啲數字唔係過去一年先至不信任度升，係過去之前一段時間咧已經改變緊嘅。如果你要證明你一樣嘢咧，你一定要睇見，如果係梁振英上咗台之後，嗰、那個數字即刻掉頭，咁就證明得到。但係我印象中嗰個數字，因為咧佢上任之後都有唔少嘅事件發生，除咗你頭先講嗰啲資源分配嘅問題、矛盾嘅問題之外咧，例如國民教育啦，例如梁振英未上任當選翌日去西環試係票啦，又或者係，又或者係個別嘅，又或者係佢提出政策出台之前要考慮內地民眾嘅意見啊等等咧，好多嘅事都令人覺得啊有問題喎。照事論事啦，譬如成個國教咧醖釀咗好多年㗎啦，即係關上屆政府事又唔關佢事。你唔可以咁樣講。問題成個國教係過去幾年一路醖釀一路發展落嚟，唔係因為梁振英上台就推國教，梁振英上台就唔推國教，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咁譬如話
你講緊其他嘅問題，我唔著一去解釋。但係如果我要講咧，就係話你譬如話中港矛盾嗰個突顯係幾年嚟一路睇。如果你睇數據，都實際係過去幾年嚟一路有個惡化嘅趨勢。所以而家要做嘅咪做一啲補救嘅方法咯。即係你唔覺得有一啲文化啦、價值觀啦，以至係一啲嘅習慣啊、行事嘅處事嘅習慣上邊有唔同，去導致呢啲問題嘅？你要咁樣講咧，我就冇辦法，我只能夠著件事件咁同你講。譬如話要評估內地市民嘅反應呢一樣嘢，你睇曬全部嗰個引述嘅咧，就係話後邊仲有一句嘅，就係話以及制定相關嘅公關策略。譬如話限奶令，大家睇到點解內地嗰啲居民反應咁激烈嘅咧？就係原來我哋只係針對香港，只係解釋俾香港人聽，大陸人咧就唔知嘅。譬如話哇，要拉坐成好多年監㗎咁。咁你咪講俾大陸個居民聽，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呢啲嘢唔好話係一個國家裏邊嘅嘢，就算係唔係一個國家裏邊嘅嘢，你同你個鄰居有啲嘢你都要處理好。不過啲可能就係外交嘅問題。你點樣令到人哋唔好對你有誤解？我哋負責任嘅政府自然係要做呢一樣嘢。我睇唔到呢一樣嘢係衝擊到我哋香港嘅文化。我嘅猜測。咁你似乎同我哋將來公眾嘅觀感咧，距離好遠。我相信你不能夠代表公眾觀感。我即係話俾你聽，你不能代表公眾觀感。我解釋俾香港市民聽，如果一樣嘢係影響到全個，譬如廣東省幾千萬人嘅話，我解釋俾佢聽有咩唔啱，有乜嘢唔著。好多嘢都係因為大家溝通上不足而令到有誤解。咁啊，你頭先提到溝通多咗就唔使有呢啲嘅爭拗啦。咁但係政府同而家香港人嘅溝通係咪出現咗問題，以致有咁多爭拗咧？例如你行政會議成員有冇一個角色可以做得更加好咧？行政會議成員咧，經常都係扮演個溝通嘅責任。好似我而家咁，我都好樂意啊，同你解釋。譬如話你剛才形容我嘅時候話，我經常係同政府嘅政策保駕護航。其實我每一次都是如實地去解釋這一件事，我相信會有人接受，有人就不同意，沒所謂。但是我是樂意做這件事，而我行會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樂意做這件事，盡我們最大努力去解釋。盡對最大努力解釋，剛才你說你的行會同事都很樂意做這件事，不過行會裡面很多的成員經常都唱反調的，即係林煥光啊、葉劉淑儀啊等等等等啦。我有陣時都唔係完全同意政府講嘅嘢嘅。行會嗰、那個基本嘅守則咧，就係政府決定咗嗰樣嘢咧，我哋就要跟。但係有一樣嘢，譬如政府係未有定案嘅話咧，大家係可以表達意見。舉個簡單嘅例子，我叫香港種多啲花花草草咁，咁呢樣嘢係咪唔講得咧？呢樣嘢同現況都不一樣嘅喎。所以我們要看清楚那件事件，如果是政府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政策，我們基於一個集體負責，我們就要跟。但是有些事情根本是未曾有一個定論的話，那就大家可以表達一下意見。那怎樣令人覺得這個行會是運作有效呢？之前行會成員有不少人又出了事，不少人又批評行會的運作呢，即係同以往相差好遠啦。我哋而家經常去評價所謂行會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混淆咗行政會議同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呢兩個概念。咁喺回歸之前咧，你成個行會係以非官守議員為主導嘅，咁所以冚唪唥嘅政治嘢咧都係佢哋做，或者起碼係表面上佢哋做。但係回歸咗之後，尤其是推行咗問責制2002年之後咧，行會已經不是以非官守議員為主導，所有局長他們是政治問責的。所以我解釋現在的情況，行會的非官守議員他們不是第一線負政治責任的，所有政治責任最主要的是司局長做。變成我們的角色現在已經慢慢變成好像一間公司的非執董一樣，所以我們對整個管治是有幫助，但在政治上你冇辦法唔理想咧。咁唔係唔理想，而家個制度係同以前唔同咗啊嘛。
但你之前2009年咧就批評曾蔭權當時嘅行政會議角色職能咧就發揮唔到最大嘅功用。我呢幾年嚟都係講呢一個問題，都係講。咁你有冇進言？即係而家嘅行政會議，我公開講過，自然係我負對我嘅言論負責。即係冇聽你意見。唔係，你有啲嘢唔係話存在問題，我只係話佢成個行會，尤其是非官守議員咧，嗰、那個角色係改變咗嘅，所以你唔可以用。而家嘅非官守議員同回歸前，尤其是回歸前行政局嗰個非官守議員嚟直接相比，因為而家基本上係行咗問責制，所有嘅局長都係行會嘅當然成員嚟。你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好咧？喺呢個智囊嘅非執董角色上，我做得好唔好咧？我自己唔評價啦，就我哋係要面對全香港市民嘅評價嘅。咁如果大家認為我做得好，我先係做得好；我自己認為我自己做得好咧。是沒有用的，相信香港人咧對張生嘅表現都會有一定嘅評價嘅。咁啊，借用張曉明主任嘅兩句話啦，無論點樣花言巧語，無論點樣包裝粉飾，香港人都會睜開眼睇清楚。下星期我哋繼續星期五主場。跟住嚟講嘅係東張西望。累积至今有200,000名双非儿童，引发的社会需求变成中港矛盾。一位双非妈妈曾经向往香港，今日毅然重返天津。我很挣扎，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香港。一位双程证妈妈反复来港陪读，又是什么心情？铿锵集星期一晚7点，翡翠台。